最近呢，不知道咋的了，跟我好多朋友都一样，我也有这个转行或者去弄点别的去的这个想法。即便不转行，咱是不是也去弄点冷门的机器啊？会的人少，挣的钱多，不是吗？这两天啊，我就正研究平底机呢。这玩意儿吧，就跟开挖机一样啊，也是左右两手掌。